是有找人来开始？没有。刚刚有确认那个监视器，四点四十找一个助理来开始。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正在查，这个开锁的人是我们院本部委员的秘书，还是外来的人？这个中间很大区别。如果是外来的人，我想这是非常严重。请问是哪里严重呢？有比你过去打扁还严重吗？对自己多少暴力的行径，甚至在高雄睡到中午才上班，这些才是真正劣迹斑斑、非常严重的事迹。我早就澄清过了，没有任何外来的锁匠，也没有破坏门锁，请韩国瑜院长不要再梦游了。不然录影带，哦，一定有调阅办法。啊，谁去申请的？谁去申请？马上就拿出来。这等一下，秘书长或是总务处长必须回答的问题嘛。可以说，哎，国民党拿出来外面散布做攻击。那你只要这样子可以的话，啊，有没有人各知？那其实这个办法要调动人家，就只能去看而已啊。这个曾经为这个事情在这个地方吵过很厉害，啊，那到底是用什么办法随意申请的？有没有申请？还是口头一句话？或者你打电话过去，你就马上拿出来？这是有影响到各自，有影响到立法安全的，而且我在这里讲，还能讲，不用讲一样非常不适当的话。那你再一看，就是黄姐一开的嘛。你还在讲说，这种只要外人进来的话，这个一晚安全是很大问题，不要让添油加醋了，这不好。黄姐啊，他批评我说，因为我在当主席的时候，我说我跟赖瑞元委员说，主席没有请你发言，你没有发言地位，你就不能发言嘛。没有发言权的意思，发言地位就是发言权，那个是会议规范的专有名词的规定。发言人要发言，会议规范第24条就是说，发言人要发言，必须取得发言的地位。哦，啊，这会议规范。哦，那黄杰搞都搞不清楚，他竟然说我轻视哟，还是看不起高雄人？跟赖瑞龙委员讲说他没有地位发言，就不能我看不起他。有什么关系？不是，发言地位是专有名词，发言地位规范 A、B、C 的发言地位，就是取一个发言权利。主席任何发言要举手，然后主席说啊，某某某请发言，那这个某某某就取得了发言地位，这个叫做会议规范的名词。那黄杰不懂，因为我跟这个赖良，你没有发言地位，就是主席没有给你嘛，人讲。结果黄杰今天竟然说，我看不起高雄人，看不起赖瑞龙，因为我说你。我说他没有发言地位，他把他截成他没有地位发言，不懂吗？你知道吗？这个没有那个代理孕母哈，要什么什么逐月逐月读不懂，对不对？逐月生产。我觉得身为一个立法委员哦，就算你一定要读一点会议规范，如果你不懂，你去读一下发言地位，在会议规范第24条有这个名词，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他不是表示说我不让你犯不起你，是我要给你这个。这个权利来发言嘛，但是我什么都不懂啊，我是觉得很丢脸，丢立法院的脸。那这一次的修法其实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就是在赖世葆委员里面的提案，他说如果首长3个月内未执行的话，要来规范他的政治责任，要叫他下台。那这个首长的任期，包括总统跟院长的任期，其实都是宪法保障的。那在这样子，立委再大也不能逾越宪法。这样的法条里面说要叫这个首长下台，是可行的吗？如果我刚刚没有听错的话，赖世葆委员有讲，这个所谓的辞职是不包括总统、副总统的哈。这个我刚刚好像有听到这样子。那即使是一般行政机关的首长的话，所谓的辞职，这是一个政治的责任啊，政治的责任应该政治去解决啊，而不宜在行政在这个法律里面去做规定，因为你在法律里面做规定的话，也无从执行。那这一点呢，也请大院的委员能够审慎的来加以。好，谢谢主委的说明哦。因为其实他这个里面的立法精神就是说，如果你不遵照这个公投的结果执行，要来下台。那我觉得其实应该，既然立委有这样的提案，其实应该要作为表率啦，是不是也把立委纳进去？照他们的逻辑，其实第一个要下台的就叫做罗志强委员，因为其实2021年的公投里面有一项就是要反对公投绑大选，那时候有412
12万的名义来支持这样的结果，结果现在罗志祥委员又来违背民意，要重新的提出公投绑大选，那是不是应该先请罗志祥委员下台来作为表率呢？我今天的题目是要骂人先读书，先读书再骂人。有一些人，有一些网军，他们没有搞清楚真相，不知道全貌，就开始骂人，道听途说一件事情，看到有政治色彩的媒体一句话，就开始骂人，这不是台湾应有的公民素质，把真相搞清楚，再骂人，再发表你的言论。我先来谈代孕，代孕是我一生的心愿，我是个先天性子宫发育的病人，代孕的议题在整个国家有2次的公民的会议，有3次的国家民调，有超过10场的公听会，无数场的学术研讨会，还有很多个国家研究计划都是往正面方向走。但即便如此，有一些人他一直排除代孕，即便全世界30-40个国家都支持，而且用非常不堪的字眼来形容代孕的需求。有很多人在挑拨离间，说我没有支持同志代孕，说我没有支持单身代孕。各位请看清楚，请好好检验我的版本，陈昭志的版本跟民众的版本，民众党的版本是涵瓜全面的，是最广的，不光是传统夫妻的代孕，我也包含男男跟女女同志的需求。请注意，只有我提出男男同志也需要，我是一个真正平权的主义者。单身女同志、单身女生需要，单身男性就不协助吗？这也不公平啊！请看清楚我的版本。请问这个代孕者里面，你们在草案的第22条里面有写到说，鉴于有足月怀孕生产经验，而且没有重大并发者，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条件。但是对于这样子的条件，他真的有办法做到知情同意吗？就是如果他没有任何活产的经验，就是他没有真的成功生下小孩的经验，他有办法知道说，我知道接下来作为一个代理孕母，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吗？所以我们条文设计就是说，要想成为代理孕母这件事，他必须要有足月顺产的经验。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生过。没有生过就不可以啊。黄杰现在被批评之后，在脸书上面呢，他发了文，他说面对代孕的议题，如果用谩骂、人身攻击的方式来抒发，好，那不但没有办法形成共识，更可能使得这个议题难以的往前走，最终没有人能受益。身为立委，我们本来就需要诚实面对代孕草案当中的各种风险。那他说跟各界对话，找出最佳的解方，这才是负责任的国会议员这个明代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呢只是自私的透过权力来实现个人利益。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呢就反击了，你指出我是透过权力来实现个人利益，那按照你的逻辑，你力推单身女、女童是用人工生殖法借精生子，难道也是透过权力来实现个人利益吗？其实在我的文章里面并没有提到陈昭姿委员是为了要个人使用才来推代孕，所以陈委员不需要对号入座，更不用反应过度。我的本意还是希望跟陈委员来沟通，不是跟你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心理变态，更不是被害妄想症的女权主义者。觉得对一个病人，对一个就不管先天性或后天性的病人，我想我没有基本的同理心。但是在我努力的20-30年当中，我经历太多的修理，那包括我也昨天就明讲了，就担任过性平会委员，为资深的，他们就讲过那样的话，例如他们说不孕不是病，为什么痛？这个都是可以据实处理。然后另外近期都还在讲，代孕就是要觊觎别人的子宫哈。我想请问大家哈，是对病人你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吗？讲出这样的话，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去阻挡，在性平会阻挡哈？那他不是心理变态是什么？
刚刚其实麦玉珍委员有提到说台湾都没有照顾到新住民，我必须要在这边说，其实不管是谁来到台湾也都成为了台湾人，所以也才会有麦玉珍委员像罗美玲委员这些新住民也能够在台湾成为立法委员，因为台湾给予充分的参政权，所以我也不希望麦委员这样子讲这种话在这边撕裂彼此。新住民是我们大家的伙伴，在座所有人都是不分朝野，大家全力来推动增进新住民的权益的，所以真的不需要去划分谁的努力比较少，谁的努力比较多。那甚至是在原本的党团协商，其实跟院版一样，最后我们都已经有共识了。那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今天晚上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民众党又提出了新的版本，要把内政部改为主管机关，改为署，甚至是一个三级机关，而国民党却也是一改再改，一变再变，当时说要由内政部来成立主管机关，成立组织机关，那现在跟我们最大差异的民众党的版本里面要撕毁协议，要成立的是一个三级机关。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为什么要再用这个三级机关之后还必须要多修基准法，必须要多修组织法，让这个事情变得旷日费时，没有办法尽早的来协助新住民的权益的融入呢？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表决这么久？当时都已经通过协商了，都已经拍了帅帅美美的照片了，为什么协商还是破局了？就是因为有立委在结束之后去抹红我们的新住民，不是吗？刚才上一位黄杰委员在这个台子上，他还说这些新住民也能如何如何。当你说出这些新住民也能如何的时候，抱歉，他们不是也不也能，他们本来就能，他们是我们的一家人，他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他们本就应该享有与我们相同的待遇，不是这些新住民，他们就是新住民。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不要抹红别人很难吗？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些新住民他们有的是陆配，他们有的是外配，我们现在统一称呼他们新住民，就是对于他们最大的一个尊重。新住民的定义身份，一开始呢，行政院说我们拿到身份证3年你就不是新住民了，所以我们要坚持不可以宽我，因为我拿到第一天拿到身份证，我就是中华民国，我要用中华民国的身份，不是你能左右的。在后面呢，已经坚持过去了，他就来再框一次说，我们华人在海外啊，再回来台湾，又怕他们变新住民。所以我们在台湾新住民呢，就怕我们永久变新住民，所以海外的人回台湾呢，要票的时候，你们赶快飞回来投给我啊！但是呢，选完呢，就说，哎，你们不是我的人民，你们的小孩回来变成要用我的预算，所以呢，你们不是啊，你们不能在这边让我照顾，就会增加我行政院的预算，所以天哪，我们。台湾是要照顾的，是想要照顾的人，想要撒钱的地方，想要花钱的地方是跟你没有关啊。但是呢，需要票的时候，跟你有关，我要照顾你，但是你回来跟我没有关，所以我不知道是说我们的民进党，我从92年就一直来帮忙民进党，跟我现在认识的民进党的不一样，让我很失望。从92年一直，我连工作都辞掉来去帮民进党去拉票，但是我今天看到的就是对待新住民跟之前我看到的民进党不一样，所以这个让我。今晚动一动，大民众动，因你都回来的，你上的就是党中央赶快，因感觉讲，因是主，恁是民，在咱民主的国家，民主民主本来就是恁民主主的嘛。大家看到我就讲，我拜托天你处理一下，好，天我处理好。是他有
有说要怎样处理吗？还是就是八九位的，我要处理你？我活了35年，我是没有听过有人说要处理我。请问一下，什么是加酒式的处理呢？把别人绊倒这种的处理方式，只有徐巧芯做得出来。要把我做成生鱼片，还是要把我做成牛排？相信不管是生鱼片还是牛排啦，只要是黑心食品，只要是不适任的立委，就应该要下架。不管用八九的方式，想要透过这些说法让我们闭嘴，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人民用罢免的方式站出来，都是希望下架这一种黑心的立委。绿营说的话动词很多，但要谈实际作为，对徐小芯来说似乎只是口号。这已经是第62天了，黄杰说要告我，但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下文。